三日前我已经将红酱浸水去磨，跟住用老姜嫩葱发焗白酒炖六个小时，然后拆骨。最新的按摩方法啊！沉龙鱼汤，很久没有人用寻龙鱼做汤，此乃天顶之汤，汤王之王。六十斤鱼熬埋一碗汤，点知天顶汤啊？简直系天上天汤啦！幸好你在，没想到黄蓉能找这么多材料，好难对付。现在我注射的是绝对安全的液体氮气，对红掌完全没有影响。哇，同着红掌整容啊？刚才打到重伤，帮他打止痛针。不是啊，他嫌他那只不够，你那只大，帮他隆胸。好好笑咩？我那么紧张，你们那么轻松。放手，沉龙鱼的鱼子是黑鱼子酱中的极品，利用液体氮气在高温之下膨胀，做成低压，使汤吸入熊掌里面。哇，真系隆胸啊！哇，好大呀、啊！边只药水嚟嘅咧？咁都得，以后冇缺陷啦。零下十度急冻，用冻梨雕花，雕工精美，作为伴碟，高雅美观。红掌急冻完毕。这个是我的踏雪沉红。